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早晚，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我们读了这一句啊，首先我们懂得自爱了。祸福啊，是自己的心招感来的。所以老和尚常说啊，学佛啊，要用真心呢。真心，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呢，就在积功累德了。那诸位仁者啊，大家现在在教学的第一线呢、啊，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哦。不容易，也不能带着情绪去做啊。这样我们就功德林会烧掉、要记住李老的话，困难越大，功德越大。这是我们呢往生净土的资粮啊。我们看历史当中啊，忠臣都会想到谁啊？这个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啊！想到的都是岳飞、诸葛孔明。他们有没有复兴汉室啊？有没有打倒金兵啊？但是你看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啊，因为他们尽力了，功德就圆满了，所以我们不要气馁，更不要啊去怨天尤人。所以《了凡四训》说的，天下无自恃之豪杰，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啊，亦无尤人之学问呢、也没有怨天尤人去抱怨别人的学问呢。会修行啊，任何境界都是道场啊，都是提升自己的真上缘啊。这一点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常常提哦。所以只要发现呢，自己有情绪波动了，赶紧要想到老和尚的法语了啊，处逆境，随恶缘。无惩慧，业障尽消。看我们善不善用心啊，是关键的。所以历史当中讲啊，莫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一个人功德圆不圆满呢，不是看他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的结果啊，有他的时节因缘啊，这个不能强求啊，也不能因为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啊，而气馁自怨自艾就不好了。你看，孤臣无力可回天呢、那是东汉的命数了。可是孔明尽力了。所以他是一代忠臣的。所以我们处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老和尚常说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忽略了
三到五代人了，要再把它复兴啊，这个急不来，不能着急。所以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我们看《了凡四训》这些理啊，论得很精彩啊。有时候心不平的时候读一读啊，理得心安了，心平了。魏忠达劝皇帝啊不要建三山石桥。那决定权不在他喽，他是个臣子啊，可是他尽力劝了，所以那个功德倒不是，哇，那个善的力量啊，超过他40岁左右造的一切恶哦，一称，这一个卷轴啊，最重啊，比他们合起来都重。君之一念，已在万民。所以我们今天教学都想着这个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往后的家庭，这个孩子往后的子孙，或者希望这个孩子以后造福社会，我们用这样的心去教，不管教出几个，哪怕只有一个，功德都是圆满的，因为你尽力了。老和尚也说了，你盖个念佛堂啊，有一个人往生做佛啊，你就很值得了。那在这个时代做事啊，就不可能没有挑战。所以我们也要练就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气概出来，我们闽南话说“怕戏不照”啊，立在那里，纵使身子诸苦中啊，如是愿心永不退，能退到那里去啊？一退不就是轮回吗？我们不退了，咬紧牙关，用真心。此生呢，就证无量寿了，非常值得。当然在这整个过程呢，我们要守好自己的心念，这个是根本，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就好像了凡先生说的，无自是之豪杰。不能遇到什么事都觉得都是自己对，我的看法对，也要培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也没有由人的学问，不要去抱怨任何的事情。老和尚说的，别人错的也是对的。哇，这个学生太恶劣了，因为他有家庭背景啊，你一看，我们说修行人有前后眼，真的有前后眼了，不抱怨人了，不跟人对立了，你的前眼一看，哎呀，这是个不幸的孩子啊，再延伸开来，我们在各行各业。哪怕你是公务员，哇，你看到，这个同事有一些不妥的行为，你也不要抱怨。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我们今天看到任何事，会生气，会不平啊。我们的宽容心还不够啊，
是这个境界在提醒我们了。为什么老安讲习当中一直提《无量寿经》这一段经文，要让我们不要去指责他人了，哎，怪不得他会这样，怜悯他，包容他，因为啊，我们只有心平气和，我们才能教学啊，心平气和则能言。我们一起情绪了，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学校，同事学师生相处，一动气了，很难不波及班上的同学我们是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为什么不求有功？应该做的，义所当为。我发愿做老师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能白白来世间一趟啊。又接触老和尚，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教育重要。我们是带着欢喜的心，带着责任心啊，来从事教育工作。佛门常说出发心成佛有余。我们做世间的事业呢，不忘出发心啊，我们这个事啊也能做得功德圆满。不在我们做到什么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心都没有变，都是真心了，所以功德圆满了。那前眼是看到他过去的因缘，后眼呢，不忍心看到他未来的果报。你看现在各行各业，假如缺乏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那各行各业都在堕落啊，愚诸众生失落自己啊。所以我们在单位当中啊，看到人家没有依照伦理道德因果做，不要对立，包容他，自己带头。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尘心未至。我们呢，不落他做的不对的印象，还是真诚对他，包容他做的不好的，他做的好的，唯常可取，小善可入，赞叹他，成人之美。人的善根呢，本善都能唤醒。我们都有责任呐，不能抱怨呐。老和尚说的和谐社会啊，从我心做起啊。我们真诚，不对人有成见。我们亲近，不带情绪。我们平等，不有高下见。那高下见斜眼看人了，我对他错，我高他低，不平等了，这样不是普贤行哦。见人家的本性，不见人家的习性，平等恭敬，正觉，是理智，不感情用事。人家不对了，你就带着情绪跟他相处，那他更不服了，可能就对立起来了。要理智，不跟人对立。还有慈悲，替他着想。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怎样能够
护念到他。哦，比方关心一下他家里的情况。哦，我相信啊，现在很难说一个家庭家族里面呢、啊、没有面对的挑战，都有他现在啊很担忧的事情。啊，你可能关心了，善巧了。刚好，啊，比方说他现在孩子教育问题了，你关心到了，哎，就变成他接触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因缘了。哦，所以和谐社会，不抱怨啊，从我心做起。哦，那可能我们有几个念头了，哎呀，那我是下属啊。啊，我的影响力又不够啊！哦，我们都还没做啊，就预设立场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哦，你都是忠心耿耿在你的本分了啊，哪怕你的领导没有遵循伦理道德，要不呢，他被调走了。要不呢，你掉到啊好的主管底下了。天道无轻，常与善人。往往就是呢，哎，我们在这个伦常当中啊，见对方过了，我们用情绪对待，有可能还招来灾祸。哦，或者把自己的功德都烧掉了。啊，那这个太冤枉了。太可惜了，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没有离开我们的心，任何人不可能把我们的福报拿走的。从心而觅啊，感而不通，这些道理你都明白了，你不可能会不平的。哦，好，我们不要抱怨风气不好，从我开始做起。啊，从我家做起。哦，你的家里面，假如夫妻和和啊，哦，然后又这个孩子教育的好，一定亲戚朋友来请教你的，不认识的人看到你带孩子出去，都来请教你了。哦，我们有一位女士啊，也很难得，都60多岁了，啊，女汉子啊。哦哦，从小就啊要做国家领导人哦，啊为国家付出，这个不简单哦，从小就有这么远大的志向啊。哦，后来可贵哦，我、哦、他真的很顺利的官位一直往上涨，结果结婚生子了，看到自己骨肉啊，哎，他还是以骨肉为主了。哦，这官就没有继续升了啊、哦，但也很可贵了。哎，后来孩子也都挺有成就的。哦，那他就提到了，哦，这个家里每次吵架都是他赢，哦、那个是表面上的赢啊，人家心里不服，哪有赢？哦，是服人心不然啊。理服人方无言哦，哦，所以啊，有个老先生啊，他们伉俪啊，结婚60多年了，90岁了啊，啊，子孙团聚啊，请教他啊，因为没见过他们夫妻吵架嘛，啊，就请教老先生啊，夫妻相处之道。啊，我们要懂得给人家挖宝啊！啊，种这个因啊，学生才会主动请教问题，啊，都有因果啊！啊，这个老先生就说了啊，结婚的时候啊，夫妻约法三章，啊，只要有一方起情绪了，哎，另外一方啊就先离开，一个巴掌拍不响。讲完，嗯，子孙都觉得很有道理啊。接着又说了，
这六十多年来都是我先离开的。哦，你看谁输谁赢啊？哦，这个先生一离开，太太一想啊，怎么又是我先动情绪了？嗯，哦，结果这位女士啊，她就开始调柔了，没有那么强势了，哎，夫妻相关系啊就改善了，这个叫修身齐家。哦，后来又关心自己的这些兄弟姐妹。哦，这晚辈离婚十多年了，透过他的引导，哎，现在复婚了。哇，那整个家族看了都很欢喜啊，毕竟都是自己的晚辈嘛。哦，所以古人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次第啊，哦，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那假如我们是处在高位，哦，那这个团体的风气啊，哎，自己有很大的责任了，其人存则其政举哦。这个团体的风气啊，领导者要负最大的责任哦。哦，在大陆常常说一把手功臣，哦，那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哦。所以我们做领导啊，哎，不忘《论语》的教诲啊，这个团体一定越来越好。举直错诸枉啊，可使枉者直啊。你举公正无私的人做主管，这些心性稍微比较差的人啊，慢慢慢慢就转过来了，因为人性本善嘛。所以一来是自己要以身作则，二来啊要知人善任，关键的人你用对了，这风气就转了。论语里面好多都在诠释这一点，汤有天下取高尧，不仁者远矣，这个舜有天下举高尧，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哦，所以用人重要。哦，孟子提醒啊，你不能用不仁德的人，他不懂得爱底下的人就麻烦了。仁者宜在高位啊，有仁慈心的人，你要把他用在主管去爱护底下的人。不仁者而在高位啊，是剥其恶于众。那他在高位就会虐待底下的人呢，会这个带坏整个风气了。那虐下取功啊，惨上西子就麻烦了。你看这都《太上感应篇》里面君臣关系谈的很多，所以我们在单位当中啊，就是在尽好君臣本分当中啊，积功累德了。那当然，你假如你去了这个单位了，这个单位啊，风气啊，已经不好了，那你要扭转它哦。这个时候，哎，这些在主管位置的人不妥当啊，你要先教他，不教而杀谓之孽。你教了他了，他不愿意接受，那你尽了你的力了。这个时候该调整要调整。这是对他的慈悲，不然他造的业啊，都在哪？都在三恶道受报。所以这些我们自己都在境界当中啊，要清楚。因为这个人用的不对了，
你教了他，他还继续如此啊，那他会在团体里继续造恶了啊。这个时候啊，能舍非无情，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一个领导者啊，决断力也要强，不然到时候你要处理事啊，为时晚矣啊。哦，你看就跟治病一样啊，越早治越好治啊，拖到病入膏肓啊，那团体都没信心了，这个时候要调啊也不容易了。哦，好，哦，所以我们处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啊，并不影响我们修行的成就，只要我们善用心，有可能成就更快。哦，就像《无量寿经》说的，在我们这个世间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这一段经文是什么？这里是五浊恶世啊，你还能保持真心啊，哇，这个是难能可贵啊。哦，当然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啊，因为那里阿弥陀佛是老师啊，啊，诸上善人是同学啊，而且每一天于一念顷遍游十方佛国，供佛修福，佛一定会给我们说法修慧啊，这个福慧增长的殊胜因缘。哦，而且啊，一个团体的氛围啊，不是影响现在的人，还影响后世后来的人。哦，所以弘一大师有说啊，以慎重之行立身，则道风日远。啊，我们很谨慎，哎，因为后面还有同事会来啊，哦，还有学生会来啊，都看着我们啊，这样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弘法团体的道风学风啊才能长远呢。啊，我们看台中莲社，这是我们师公啊给我们的好榜样了。啊，施工成立胜于死。大家注意哦，现在为什么感觉上家庭团体的问题啊都不容易处理？首先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没有胜于死。好的开始啊，是成功的一半啊。不说别的，你一开始就用错一个干部啊，哇，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时候你要抱怨谁啊？还是我们没有知人善任呢？啊，我们都遇过啊，领导者说了，佛菩萨安排啊，那时候有谁就用谁啊。哦，我说你可不能误会老和尚这一句佛菩萨安排。佛菩萨安排，这个就是安排，你要会判断什么人可以用啊。就安排你锻炼这个能力的，知人善任跟佛菩萨安排这两句不冲突啊，法是圆融的哦。哦，那我们看到李老创办台中莲社，你看到现在整个讲学都没有中断，这么长的时间啊，我们台这个英国汉学院多亏几位台中莲社的师长来教导。哦，他们的道德学问都很厚啊，啊，承德是望尘莫及啊。哎，哦，那看到
李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四维三步，这就是道风啊，就是学风啊。第一，这个四位啊，四位为什么办这个单位啊，办这个修学进中的团体？第一，为求学问，我们要学到真正的学问啊。进一步呢，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啊，真能帮助亲戚朋友解决问题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真能为莲友解决问题啊。哦，所以格言联璧说的治国经邦谓之学啊。什么是学问？国家的问题你都知道该怎么处理，哦，那团体的你也知道，家庭也能处理，哦，容得性情上的偏私便是一大学问。你有克己的功夫啊，格物的功夫啊，消得家庭内的嫌隙，家里面的不愉快你可以化掉，上一代人的过节你可以啊做和事佬，这就是学问啊，是一便是一大经纶啊。你在转经典啊，把它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把它用在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慎重啊。佛法那么好，哎，怎么有些学佛的人学了一二十年了，跑去信其他宗教了？啊，当然我们是祝福他哦，人家离开了，可不能跟人家对立啊，甚至还威胁别人哦，这不是佛弟子所为啊。要思考思考，哎，是不是我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要祝福人家。可能他学了那么久，他的问题没解决。哎，接触到其他宗教，他觉得啊，唱唱圣歌心里很安慰，心里当下有欢喜啊。我学了佛越来越苦啊，那他没得利益。你不能勉强他了。哎，佛是觉的意思，觉悟了，那应该每件事会越来越好啊。哦，老和尚说的，学他没有用，那学他要干嘛？佛法是管用的啊。啊，这是为求学问。第二啊。啊，为转移污俗啊，因为啊，人民啊，随时在受风气的影响啊。哇，你看李老在台中一方教化，几十万人听他教诲，真是转变风俗啊。往生的人不计其数啊。哇，那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而且呢，李老也是表演尊师重道，只见过印祖一次，印祖每句话他都刻在心上，到了台湾依教奉行，把印祖的法脉在台湾发扬光大了。啊，我们学校的整个风气影响着每一个学生，这真能改变学生的命运啊。我们现在看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来我们要自爱啊，不能啊给自己招来灾祸啊，二来呢这些因果的教育啊赶紧交给学子啊，每个人都带业力来啊，他先懂得
改造命运之理，开始行善了，可能这个凶就逢凶化吉了。现在天灾人祸不少啊，哦，所以上书说的天作孽犹可为啊，这个天作孽是对一个人来讲前世带来的业力，我们曾经听过真实的案例啊，一场火灾60几个人去世了，结果其中一个女子啊，她的男朋友在另一个城市啊，她去世了，半夜托梦给她男朋友说我已经走了死在呢一场火灾结果这场火灾里啊，还有抱在怀里的婴儿，你说他这一生犯啥罪啊？没有啊，可是他业报现前了这个离去的女子说了，我们前世啊，这60几个人呢，劫火抢劫啊，结果到这一世啊，刚好大家都到位了，结果业报现前。大家应该也听过啊，整台游览车翻覆山谷，无一幸免了。这个都是前世的业报现前。可是，假如他先懂得断恶修善呢，可能他就化掉了。所以在德育故事里面有讲啊，有一个媳妇有一天呢，天神跟他说了，他前世造的孽比较重啊，这一世呢遭天打雷劈，什么时候要得这个报应了？他也很相信这以前的人是真的是敬天敬地啊。他起了个念头，这个雷劈下来啊，到时候伤及我的婆婆不好啊，他自个呢就离家很远的地方啊，要去受恶报就这一念心哦。结果时间到了，天神说了，你这一念孝心啊，转了你的业报了。这叫天作孽啊，这个天可能是自然的因果循环了，现前了，有可为啊，可以转啊。一个人可以转，一个地区也可以转啊。你看当时莲池大师所在的地方那个父母官好啊，知道他有德啊，请他老人家，哎呀，干旱那么严重啊，您老人家可不可以祈雨啊？莲池大师说我不会祈雨啊，我只会念阿弥陀佛啊。让他带着念阿弥陀佛，念到哪雨就下到哪了，大家诚心念佛啊，那个消业的力量大了，领导者太重要了。我们看清朝的记录，干旱了，好几个省，康熙皇帝虔诚斋戒沐浴，然后去天坛祈雨，那个是很辛苦的，显示出他的真诚了。祈完雨回来没多久，各地方800里加急啊，快马送回来，哪里下雨了，哪里下雨了。他是一个天子之忏悔心，真诚心，百姓的心啊也受感动，这个共业就能转了。共业中啊有别业的啊，
所以我们的学生会念观世音菩萨就是别业了，他能懂得孝道啊，别业了。大家看理宗弼正元朝的记录啊，整片通通震垮了，就他们家没倒，地震到他们家分成两条路啊，哎，这就是他的孝心啊，所以他是别业了。哦，所以很可能诸位老师，你的一个因果故事啊，让孩子有敬畏心啊，他的命运就开始转变了，真的不要小看哦。哦，这个前几天啊，跟以前的老师啊联系啊，因为我以前也没啥信心啊，什么比赛都不会找我，没什么才能啊。啊，但是我这个老师啊，他后来也做了校长，退休的啊，叶老师，他就是啊，还在我念的高中啊，他们去参加活动啊，哎呀，老师来了，很高兴啊，啊，去招呼啊，啊，这个老师啊跟我说，啊，我是大只鸡慢提啊，啊。啊，大只鸡叫的比较慢了，哇，那一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呢。所以你看那种鼓励的力量太大了，包含一个故事可能就点亮孩子的心灯了。所以陈德是觉得做教育工作太有意义了，太值得了。哦，这个是天作孽犹可为啊，自作孽不可活了。哦，我们历史当中，你看纣王、夏桀，本来福报多大，哎，可是他自己作孽了，啊，这个朝代就灭亡了。哦，所以啊。教伦理道德因果啊，比教才能重要了。我们复习一下啊，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曼奇先生里面的正向的例子啊，441页啊，这个王老师，你看他教诲这些同盟非常尽心尽力。因为老师并排在天地君亲师里面啊，师在是在童子之命里啊，孩子的未来啊跟老师的教导很有关系。而我们看到他教导知所先后，先心术而后文艺，他要用善心啊，不能用恶心，不能用邪恶、造恶之心呢。所以他的品性、心术一定要在他的才华之前教。我们有一位林老师他也有写心得过来，他就说到了。台湾台大的学生23岁贩毒几十亿，现在被判好像是终身监禁了。23岁，19岁的时候啊就在贩毒了，你看才能多高啊，还到一个国家给人家的司法单位讲课咧，你看他才能高不高？可是他做这些事干什么？掩饰他的罪业。
你看聪明到什么程度了，这样才华秉性的孩子不多，可是你没有先教他心术，23岁就毁了一生了。我看他的，从他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到大学老师，不胜唏嘘了。可是这也凸显了整个教育系统是不是对于德行的忽略了，太重视知识技能了。这些社会事件呢，真的值得我们父母、老师深思深思啊。其实现在社会每一个案件呢，应该都能给我们老师一些启示。啊，前不久也是一位王老师发来资料，现在青少年13、14岁啊，因为家里长辈把他的手机收掉，都伤害、都打自己的父母老人了。哎，那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我们要教啊！你不要生这些孩子的气啊，他们好可怜哦。那么小就造那么重的罪业，他好不容易人生难得嘞，中华儿女难生呢，结果他搞成这样，他真的很可怜嘞，他的祖先在流泪啊。哦，我们哪个老师跟他有缘教他了，他的祖宗在天之灵啊，都护持你教学啊，铁定是这样的啊！你做到啊，让他的祖先都感动了。我们以前跟大家交流过的这个马生的父亲，马生做到礼部尚书啊。他父亲40来岁了啊，才有孩子了，老来得子了。结果这个婢女不小心啊，抱着孩子，孩子掉下去，撞到头啊，死了。哇，你看这个当父亲的人多难过啊，最可贵的，他当下就叫那个婢女，你赶快走。怕被发现了，好不容易他太太那么大年纪生个孩子的，以后还能不能生都很难讲了，怕人大家情绪失控，让他赶快走。哎，过没多久太太来了，看发现了，他还说是自己造成的。哇，他太太打他，突然女婢去哪里了，走远了。后来呢，这个女婢回到家，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家里人。哇，这个女婢的父母每天向天祈祷啊，这么好的人啊，老天爷你要保佑他们啊，就感人至深。我们现在一心为孩子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一定感动他的祖先的。所以大家的护法团队很强，只要我们用心了，都有不可思议的感应。然后我自己那几年教书有一些事也是险象环生的，后来都没什么意外。我感觉真的都有他们的祖先价值。当然我们都让孩子念英字文啊。文昌帝君英字文跟太上感应篇也有不少护法神保佑了。好。所以这个孩子要赶快懂伦理道德因果了。他的命运可以转变的。这个四位呢，第三
为求解脱。我们是要出轮回的，不能忘了这个目的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呢。啊，我们办一个团体不是来搞热闹的，哦，不能忘了是要解脱，帮助自己啊，帮助众生啊，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办团体的目的。啊，再来为弘护正法，啊，法太重要了。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啊，他没有接触到正法，是非善恶分辨不了了，只有堕落的份了。现在外在的染污速度太强了，没有遇到正法，几乎没有不堕落的了。啊，我自己就亲身的感悟很深了，没有遇到老和尚以前，啊，自己家庭已经算是，啊，很注重啊伦理了，可是毕竟社会媒体啊同侪染污也很厉害啊，哦，所以假如陈德是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佛那多好啊，我现在看到这些小朋友都羡慕啊，呵呵，少造多少孽啊，哎，少染多少恶习啊，你那些染了要再去掉啊，不轻松不轻松啊，啊，我们自己走过来都知道不容易啊，哦，啊，所以啊，要尽力啊弘护正法啊，开众生的慧眼，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呢，啊，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还有三不，啊，不借佛法，贪名图利呀，啊，我们是来弘护正法的，不能有贪名利之心哦，啊，不能拿圣教来赚大钱哦。哦，我们现在观察啊，有一些弘护人员呢，四十几岁走了，五十几岁走了，哦，这个我们得啊引以为戒哦。哦，这个杜牧先生说了，叫阿房宫赋啊，哦，提到了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啊，我们现在看到前面的历史，或者前面啊走过的人，他们犯的错，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哎呀，怎么搞成这样？没有引以为戒的话，可能过不了多久，可能一年两年之后啊，哎。后面的人又笑我们了，哎呀，怎么可以这么夸张啊？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财色名食睡啊，这些习气都很重啊，都要守礼啊。哦，我们男众教学的老师，你不守礼啊，男女关系要不出差错啊，太不容易了。包含父母也要理智啊，信跟慧，信静念定慧啊。哦，你看人有时候太勇猛精进了就不够定，用力过猛，所以精进跟定啊要平衡。性跟慧，慧也是理智啊，要平衡啊，不然到时候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太令人遗憾了。哦，你相信一个老师不能到你没有去顾及要守礼了，哦，把年轻的老
那个自己女儿派去给他做侍者，朝夕相处，这个都不理智啊！你教学的老师，男女大防，你都不考虑，所以大家要冷静啊！教学的老师，你要看他做的怎么样啊！哦，不能他会讲课，你就佩服的不得了。我们前面因为犯这些问题的不在世间的人已经很多位了，我们现在都在总结这些经验了，教训了。我还有听过教学的人讲了，这个夫妻以外啊，还是可以有感情生活的。老和尚有这么教吗？你对感情你要忠贞啊，你不能欠这种情债啊。哦，所以大家不要一听这个人很会讲课哦，就很激动啊，要理智啊，不然你请了这样的老师来讲课，你误了一方的慧命啊，这不得了啊。所以邀请老师，这是慎之又慎的事情，不然你请做老师了，你的地方变成他贪名图利的场所了。这个以佛法、以传统文化赚钱的，拿来做生意的，业报很快啊。这叫批判如来啊。色，谁掉以轻心，铁定栽在这里。我们看哦，在批评，哎，这个人栽在色了，他没有引以为戒啊，过没多久，就是接下来就他出状况，因为他掉以轻心而不见之啊，这句话太重要了。要看到别人呢、自己产生高度的警觉性。你看佛在四十二章经都说了，男女之欲啊，幸好只有这一样啊。假如有另外一个习气啊，跟他一样，人不可能出轮回。一个力量就已经很难出了，更何况还有另外一个习气跟他一样力量，无有出轮回的机会了。这一段话就让我们对于饮食男女，你看饮食这个欲啊，要守礼啊，不能掉以轻心啊，不然你出了什么事，多大的遗憾啊，多坏的影响啊。财色名，不要贪名啊，名者造物所忌啊，承德都见过了啊。在传统文化里面要成就感，哇，学生都特别喜欢他，没有教学生孝顺父母，你是想名啊，走了，你误导众生了，想了名又误了众生。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啊，你没有教孝道，你根本就是没有根的教育了。夫孝德之本也啊，教之所由生也啊。名者造物所忌啊，不能贪名啊。世间想圣名而实不符者，多有奇祸啊。见到另外一个有点名气、口才好的老师了，把老和尚的弟子都带去那里了，最后业报也很快。善知识怎么可以随便找啊？老和尚这样的善知识那么难遇，你还误了众生的缘，这业报都很快啊。还有不能借佛法了图利啊。
哦，我们看李老跟老和尚给我们的教导，你看李老给学生讲了，去讲经啊，水自己带，不要给人家多添麻烦，这个精神我们要承传的，不然你就是拿着李老拿着老和尚谋你自己的名利，你根本就没有叫他们的教诲去做，这个都是欺骗大众啊！哦，打着他们的旗号收了众生供养，然后哇，家具都要买红块的，哎，施主一粒米，哎，大如须弥山啊，不是开玩笑的，李老说了一块钱要当两块钱用啊。哦，所以哦，这个老和尚有提醒了，这个在家居士啊，不能收人家的供养啊，啊，收人家的供养啊，就有过失啊。哦，哦，这出家人啊，他不是从事生产，在家人呢，哦，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收入啊。哦，这些规矩啊，不能乱套了。哦，那在家人收供养，他是化缘，你要转手去帮助苦难众生，你要转手去弘护正法，可不能自己享受啊，那就真正就难还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绝还。哦，所以我们这个在家人呢，要守住这些原则啊，安贫乐道啊！你看老和尚给我们表法，都是无条件的法宝供养给众生，课程供养给众生。哦，哪怕你真的有困难，啊，你也那个收费也要适中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拿来赚大钱。我们刚刚说的，你要以慎重之行立身，你要看你这个做法对后世的影响怎么样，这样道风才能远。哦，你看李老说的助念的意义与规矩，助念时啊要遵守规矩，哦，家人千万不能出来打扰乱出主意，哦，人死了不要图什么热闹，哦，助念团来到家中啊，可以准备茶水，其余均不用准备。助念者啊，必须注意两点，哦，一，自己吃饭不麻烦别人，只喝茶可以，因为他家里人面对这个事啊，你要替他想，人能弘道啊，道就是真心啊，仁爱心啊，是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把仁爱展现出来啊。啊，万不可收红包，此绝对不可破例，万一破坏规矩啊，变成不给红包就心不在焉，不诚心念，助念变成去卖钱呢，啊，这是破坏佛法，连收人家东西啊也不可以。啊，在家人去助念呢，啊，拿钱就是造罪业，拿人红包，这助念团就完了。大家要学印祖啊，否则是叛徒啊。佛法是师道啊，我们要依循祖师啊，不遵守规矩就是欺师灭祖了。
我们不能让李老让老和尚啊再背我们的黑锅了，我们不能那么忍心了。老和尚一代十教啊，可以利益多少众生啊，我们要跟他老人家同台演出啊，依教奉行啊，不能借他老人家的威望在那里谋名谋利啊，这都是地狱业啊。好不容易得人生闻佛法遇名师了，去做佛的机会啊，不能断送掉了。不以佛法受人利用啊，人一定要有世人之名啊，不能人家给你赞叹几句啊，你就觉得他一定是好人啊。哦，那个要谋自己名利的人口才可好啦，啊，讲的让你心花怒放啊，你就忽略了到底这个人以前是什么样子啊。万法因缘生啊，啊，你今天一个弘法的人，人家邀请你都不知道这个人这个团体的情况，你一站上去就跟他共业，你一站上去就影响众生的慧命。哦，比方陈德去站了，站上去呢，哦，跟陈德法师同一国港国的呀。你看，那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哇，现在还有啊，邪师啊，邪的团体说，你们每天呢都要听蔡礼旭老师讲细讲《弟子规》，把我都拖下水了，太厉害了。这么会做 supermarket 啊，不是，这么会做销售啊，把我都拉下水了。哦，这个人可能是学行销的，把人都抓来站台。哦，你们不要激动啊，不要说哦，听细讲《弟子规》就跟我是同路人哦。哎呀，现在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要谨慎了。哦，再来诸位忍者，你们都不要激动啊，我们都是成年之后才学的，都还没盖棺论定啊。哦，承德最多是跟大家一起依止老和尚学习啊，你们不要太激动了。哦，我有什么跟老和尚不一样的，你们要提醒我啊。哦，不然我到时候都堕下去了，我在阎王那边，哦，好像不能乱告人家状啊。哦，古人留这句话，盖棺论定啊，太有道理了。我们还没有证到虚陀洹啊，位不退啊，都会退的。你没有战战兢兢啊，就退了；没有高度警觉啊，哪有不退的？老和尚讲经说的，现在的诱惑比以前百倍、千倍都不止啊！不说别的，就一只手机的染污，你看比一百年前多多少倍啊？弘法人才啊，不能一个人啊，要有团体啊，不然都是自己讲了算说了算，因果都怕他，因果都是他解释的，那就狂了，拉不回来了。所以你护念弘法的人啊，有责任啊，弘护人才都要护念的，你不能他出事了你就指责他，我们有责任啊。哦哦，而且不能受人利用了。
一方的缘能不能成呢？一把手重要，关键的人重要，你不能用错人。再来，你知道他不对了，你不能给他站台。因为他的行为都不照老和尚的教诲，他的公信力是立不住的，弘法利生的事业根本没基础，一定毁掉的。其人存则其正举，其人亡则其正息。不要以人情做佛事，他跟你关系好，你就让他在重要的位置。不以人情做佛事啊，太重要了。不然你用了他，你跟他共业都有因果的，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有不少同修跟我谈了，你可不可以派一个人来我们团体啊？我说我不敢派。为什么？要财色名利都过得了关的才能派啊，不然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哦，所以你推荐人责任很大的。好，群书是要讲的，信不可知啊，一无所立啊。你在这一方的信，人家对你的信任都建立不起来，你在做多重要的道义事、弘法利生的事，也立不住的。所以看一个弘法单位，看他弘护人员的流动率怎么样。那流动率高了，他连自己内部的团体都没信心了，他怎么长期给大众信心呢？哪怕一时好像大众还不了解，久了不就了解了吗？所以啊，不能发展快啊，要循序渐进啊，这个都是做事的原则，欲速则不达。你快了，你人才不稳，你看起来现在热热闹闹的，慢慢慢慢都会出问题。弘道路上啊，不可以存侥幸的心啊。君子居易以事命啊，你要安住在因缘当中，尽本分，做扎实，不能有侥幸说应该没那么严重吧，应该没问题吧，这种心态都会很有问题。我们都是从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上来的，我们得调伏我们这个急功近利啊，急于求成，很希望赶快看到效果，这都跟弘扬圣教不相应了。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所以这个三步啊，最后啊，不昧佛法，同流合污啊。行安大师在差不多400年前在《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了，正法相法皆已灭度啊，仅存末法有教无人啊，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竞逐利名啊，举目滔滔，天下皆是啊。这400年左右啊，你看我们到了末法了，不能同流合污啊，要谨记应主李老老和尚的教诲啊，我们要做佛门的清流啊，传统文化的清流啊。正法的信心立在哪？立在我自己这颗心，绝不沾丝毫名闻利养啊。
佛法都衰败成这样了，我们还愿意抹黑他吗？大师说的，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啊？衰残至此，殆不能言了。我们是佛弟子啊，看到这样的情况，要发起菩提心啊，勇于承担了，建六合敬团体来表法。所以佛有说了，末法时期啊，有弟子因为看到法衰了，发起菩提心。所以会修行啊，你在乱世都能修成正果，因为你善用心。没有说一定要是顺境才能修，顺境更不好修了。我们看孟参长老活到100多岁，他在监狱几十年呢，他会修啊，他在监狱快速提升他的境界，出来就讲华严经了。这些佛门高僧都给我们表演了，你看老和尚快速提升，都是遇到一般世间人觉得晴天霹雳的事情，他老人家却善用心了，快速提升了。所以我们效法李老这些学风道风四位三步，我们一定要守住。好，那我们的心行呢，这个天上天呢，洞若观火，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是以天地啊有思过之神呢，一人所犯轻重啊，以夺人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汇编当中啊提到的开解54页。因为内容多，我们剪一些精华。第4行，人间私语，人间私底下讲的话，天闻落雷，他有天耳，有天眼天耳，没有障碍的，他听起来就像雷一样大声。暗室窥星，哇，暗室没有其他人看到了，但是这个神的天眼没有障碍的，神目如电啊。你看诗书中亦曰啊，上帝凌辱啊，那个上帝都看到了，甚至他派使者来了，日见在知啊。都有记录的。你看于静义工，当时候赵神也指出他的问题，他还不承认。他说，我怎么可能这几年连一点善都没有啊，不是先息毕露吗？一点小善都有记录，我不可能没有吧。这观察你3年了，只看到你贪念、淫念、嫉妒念、贬极念、高举别人念、傲慢、一往其来念，都担忧未来、希求未来、愚痴的恩仇报复念、嗔恚了、匆匆于胸啊。讲到这里啊，他才跪下来忏悔了。所以真的是实目所视啊，实手所指啊，这个骗不了天地啊，思过之神了。
这个我们呢，因为后面这个例子比较长，我们简重要的跟大家交流。这个明朝宜州王用于这个读书人，大家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华严经54页。华严经上有说了，人生下来啊，各有二天人随之，两个天神，一位是同生，一位是同名。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啊，绝对是真相哦。你看我们现在身上就有两个天人的。天人常见人，人不见天人，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得到我们。即善恶恶不同止是也啊！人于每日12时中，举意念头、发言、讲话、动步，你的举动啊，欲物应缘之处，你随时在因缘里的状态。常念此二天人呢，念着他们都在记录了，勿令恶念相续啊！不，一看有恶念，赶快阿弥陀佛啊，不能相续啊！偶或起一恶念，急着金彩再转头来。这个意思是说啊，发现有恶念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快呀、回头是岸了、调转回来了、他可能一下要发作了，比方说这个要骂人的上来了，哇，赶快阿弥陀佛，回头了，压下去了、不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这个口业就造了。所以克己啊，须从难克处克将去啊，直穷究到念头之起灭处啊，则无边业障一时清净啊，湛然如太虚矣啊。下我们心地的功夫啊，从哪里开始？最困难的地方啊，我相信老和尚讲经都讲过了。我们现在冷静想想，自己最困难的习气是什么？我们对峙它没有？要真干呐、不能消遣佛法、玩弄佛法，要真干呐、你难的克服了，其他的慢慢就都归顺了，都能调伏了。会困难的地方尽力向前改进了，一直追究到心念最初的起灭处、起心动念处了，这样呢就能使无边的业障啊在瞬间消除干净了，清澈如天空无云一般。因为啊，忏悔是后不再造啊，叫真忏悔。于静义工下功夫啊，刻念呢、磕头磕到 流血啊，在观音菩萨面前说，愿善念永存，善力精进，倘丝毫自宽，我有懈怠宽恕自己了，永堕地狱啊，发这么勇猛的誓言呢、结果慢慢功夫起来了，不到3年达到什么？静则一念不生，没有静缘来了，心很安静，一个妄念都不生。就像我们是都在念佛，不让妄念起，行住坐卧念佛，静则一念不生，动则万善相随。他只要遇缘，他一起念都是怎么去利益众生，
哇，那真的是这个无边业障啊，一时清净啊。哦，我们能功夫这么去下呢，如此则与夺之权在我，就是给予或者夺取的权利啊，超之在我了，不在鬼神了。哦，所以鬼神不得超之啊！啊，上何思过夺算之足云乎啊？哦，那就是不让这些思过之神呢、啊、有夺算的机会了。哦，我们都是纯是善念呢、啊，不归他们管了。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服啊，就被这个阴阳的术啊控制住了。哎，无心就是没有私心啊，你达到没有私心了，命运算不准你了啊。这无心呢，就是没有私心了，才能不会被算得很准。好，这个佛门有一个禅师叫金碧峰，他禅定功夫很好啊，结果寿命到了，黑白无常要来抓他了，然后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入定了，找不到他了，他的神识找不到了，所以人要有念头才有相啊。这个黑白无常呢，就打听当地的土地公啊，这什么回事啊？这个金碧峰禅师的情况一了解，原来啊，他呢有一个玉波啊，很喜欢啊，这是他的罩门。然后黑白无常啊，就去拿他的玉波啊敲，一敲他就出定了。逮一个正着了，抓住了。结果这个金碧峰一看，就对这个黑白无常说：“这个我就要被你们带走了。可是我临走前呢，还希望看一看我心爱的玉波。黑白无常啊，心肠也挺软的，很讲人情味啊。好吧，给你看吧。”他一拿起来猛力一摔就把那个玉波摔碎了。他唯一执着的东西没有了，他又入定了，抓不到他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还有没有罩门？我们的金钟罩铁布衫练成没有？财色名利都不是罩门啊！哇，那这样。能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了，就做大丈夫了所以金碧峰禅师留了一手记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黑白无常都拿铁链来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因为你没有执着这个臭皮囊是身了，那你在哪？我们本来是心包太虚，量收杀戒，那铁链怎么锁虚空啊？锁不了了，不归鬼神管了。好，所以我们好好修的都是阿弥陀佛来通知的，阿弥陀佛来接的，不是黑白无常的。好，那这个下一个故事是王用于这个他这个五十六页啊，你看如祖父啊圣普景朴素啊，谨慎，而且自食极力啊，从无妇人，
从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哦，以助而前榜相科，其实你是前榜就要考上了，来彰显你们传家忠厚之报。所以我们现在有福报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要感谢祖先啊。哦，范仲淹懂啊，他一富贵的时候，他跟孩子说啊，这是祖先之福啊，刚好在我这一代啊善报，我要富以祖先之心啊照顾好所有的家族，这明理的人啊。哦，所以我们每一次回向啊，功德要回向祖先呢、啊，祖先在保佑我们呢、啊，不能忘了这个恩呢、啊。哦，那汝因汝平生遇神佛起手啊，你在拜神佛的时候啊，都是默默求自己的功名如意，还有你妻子杨氏的病赶快好，可以跟你白头相保到老。你守寡的母亲在堂啊，你从来没有替她祈祷过、祈福过，所以啊，降你两科。所以你上次就应该考到了，所以降到你下一次才有。啊，重在下榜53名，所以你应该改变你的行为啊，不要再触怒天星啊。啊，这都。只有这种私欲啊，没有孝心了，所以用于叩头谢罪。哦，这几个例子啊，确实都给我们启示。好，今天时间到了，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